但是现在卓尔队明显全线开始退防了，中锋伊克拉是护住了球，转身之后是发现角度太小了，还是选择了回传，看门前有没有机会，好球！三号法图斯今天的积极的前插终于获得了回报，算是一名内援球员，之前是在香港踢球，香港的俱乐部也是小有名气，曾经也是一记蝎子摆尾式的倒钩乌龙，这成为人们这个记忆中的印象很深刻的一名球员。